T2 29 3 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晚? 是不是昨天晚上玩得太累了? 不是, 我这个月的生活费花得太快, 又没钱了, 我去取钱了。 你每个月要花多少钱? 大概5-6千吧, 包括房租, 水费, 电费, 电话费, 交通费, 吃饭, 才加上一些零花钱。 我也差不多花5-6千, 有时候5-6千还不够, 可能别的城市生活费便宜一些, 可是我已经习惯这里了, 我也一样。